马上就是三公的舞台了，你觉得这次跟之前比最大的不一样是什么呢？最大的不一样就是嗓子状态没有之前好，因为来这里很久，然后一直这几天，因为我们其实真正练习的时间只有3-4天，然后在这个状态里面大家要学完了，然后最难的其实是就是庆年跟锦那个紧急大响，因为他们两个可能中文不太好，然后又要练一个很快的 rap，然后他们在学习记中文这方面就会稍微需要时间程会比较压力。然后我跟荣耀就是这首歌的高度很高，就是唱歌的那个 key 很高，然后我们全程就是顶一整首歌就会比较累。这次三公就是你跟我之前的表演我觉得挺不同的，因为这次三公我选的一个舞蹈比较难的，舞蹈难度蛮大的，然后队形变化特别频繁，挺难的，挺难的一个舞蹈，很累，但是我准备好了，一点点。啊，真的的，我感觉兴奋，因为我想Amber 老师和表演，表演。So I'm excited。不一样在导师合作吧，有嘉宾来助演，我觉得就是不一样。因为以前我们都是我们成员之间自己共演，这次有老师可能会更紧张，更有压力。你的压力点在于什么呢？因为你毕竟是跟老师合作，你要是出错了，这必须影响你的自己，更是影响一个老师，我觉得。你有没有迄今为止想合作但是还没有合作过的学员？学员吗？还有赞多哦，力丸本来我想要去 B 那首歌的，但是没办法没有选到那首歌。力丸也是，赞多跟力丸都是我想合作的。然后还有我想想，周柯宇、奥斯卡、AK、贝尔，这四个 rapper 是我一直都想合作的。奥斯卡或者是曾涵、姜亚那几个 rapper， 还有林默，他们这舞台每次都特别棒，特别惊艳，我很想体验一下跟他们一组是什么感觉。很想和他们合作过的学员，朱振南老师吧。哎、啊，你觉得除了你们队来说，哪个队是你们最大的、最强的对手？主要是每一个人队的风格不太一样。B 是大家比较期待的，因为当时 B 班一个人都没选到 ，A 班已经满了，就是这样。然后那个 Nana Park 就是 Party 是赞多那一组，听说也还蛮好，就是大家期待的一组，但是还蛮好。然后两首情歌就不用说了，第一他们有足够的准备时间，因为他们有练要记和舞蹈。肯定在唱上面是有期待的。冒险计划吧，冒险计划或者 B， 听说这两个舞台都很不错。冒险计划又是一个舞蹈，全都是舞蹈特别强的一组。B 那组呢，全一般。B 那组全一般，所以感觉可能如果让我们选对手，可能这两组其中一组可以跟我们抗衡一下，因为我们组真的很不错。很期待 B 组吧，因为我很喜欢 B 那首歌，我也想选那首歌，但是我没有选，我比较期待他们。没有，因为我们的音乐 have our own style， we're different。 但是如果 people wanna compare， 因为我们的音乐中文 rap 有Maybe our biggest competitor is Lee Won's group, because that's also Jongwon rap. But hello, Peter Tom. Hello. It's the second stage. What's your feeling? 期待，加油！加油！